哋又嚟呢个深宵啲嘅直播啦。咁今晚有可爱嘅店长陪我啦，好开心。咁所以咧，大家睇住有冇就 cap 图啦 ，WhatsApp 六四四四四八七零嘅。吓、啊，系啦，就系、是、咁。咦，你要帮我 share 噶？你会唔会 share 噶？好啦，咁你得闲就同我 share 啦。睇下店长得闲帮我 share， 因为我惊我啲客已经瞓咗啦。Hello， 今日咧好大雨，可能大家都早咗翻屋企，我估啦吓，系咪啊？今日天都比较动荡一啲。Hello， 妹妹，你好吗？我哋依家要快啲讲流程，因为其实真系夜少少，系啊，咁我哋要快啲讲。好啦，咁咧大家睇中嘅系就 Capital WhatsApp 六四四四四八七零嘅，咁如果有啲咩想睇？告訴我知啦 ，Hi Grace， 咁你就可以告訴我知，咁我就拿出嚟睇先啦，唔使大家等咁耐啦，跑開咗休息嘅。Hello Wing Wing， 咁樣，咁跟住就係啦，聽開嘅係點啊？點樣？你望下先啊。星期二啊。Hi 小雲，我今日咧好興奮咯，佢唔知點解會經過咗間賣包嘅地方，我食咗菠蘿包。我去完呢個韓國之後咧，我本身係瘦咗啲嘅，但我而家又回歸翻我嘅體重，不過唔緊要咯，好開心！我好耐冇食過菠蘿包，其實咧我係應該買個菠蘿油套餐，以為杯凍奶茶咁就 perfect 咯。聽日點半啦？聽日開一點半。好，咁我哋咧開始講我哋今晚嘅收袋同埋首飾。同埋一啲飾物咁樣啦，咁大家睇中就 cap 圖啦，咁上嚟要行街慢慢揀嘅話就一點半啦。如果有啲咩留咗要攞咧 ，WhatsApp 個店長先。好，咁就係啊，開始有啲涼意啦，大家可能出街冇咁辛苦啦，冇咁熱啊，係啊。咁我哋開始我哋今晚嘅直播啦，都係大家收聽我 Cherry 啦。咁大家睇中咪就 cap 圖先啦。OK， 好，咁第一個出嚟咧就係佢啦，佢係一個比較特色啲嘅 Westwood 耳環。嗱，佢中間嗰個 Hi Fiona。它就是一個綠色來的，但其實它都是一些啊店長啊，它這些綠色是一個是就是這樣，我覺得很漂亮，很特色，而且不是很貴，它應該是未使用品來的，是不是？還是使用品來的？使用了一次，店長說是啊，它說一次咯。 OK， 480480，好靚，因為佢綠色其實少啲件，如果齋石就多啲件，係啊，靚嘅480。好啦，我哋下一樣，下一樣咧，咩嚟噶呢個？唔緊，好啦，我哋睇下啲 L 軍嘅嘢先。看一些 L 君的銀包仔，很多朋友仔會想買一些卡包啦，除了買 CC 之外，我們都回了 L 君的， L 君男女都通用啦，有些朋友仔會喜歡 L 君的，因為是非常實用的純黑色的皮，它不是 PVC 啦，它就是純黑色的皮，你就可以後面一格大一些多一些，前面又有另外一格這樣啦，最簡單的款式，一直配了金紐的，我自己覺得這個是實用之選來的，如果大家用細手袋的朋友呢就 fit 曬啦！呢個價錢咧，等我睇下先，應該係我度嘅。係呢個係2990咯，好靚個價錢。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。咁咧，我呢條咧都係一條好靚嘅 L 君嘅手繩。咁如果中意低調得嚟型格啲咧，你買咗牛仔撥咩？今年你買咗睇時著，但係次次諗住著咧都係落雨嘅。嗯？係，不過唔緊要啦，對鞋都唔係好貴嘅，中意著啦。好啦，咁呢條 L 君嘅手繩，呢條就係1980，咁有三個窿嘅，咁大家可以即係長闊度啦。我相信正常，即係唔正常，大概應該好多朋友即係個 size 係夠偏大，所以係可以大部分朋友都戴到，係啊。咁好啦，下一個放得我個靚袋先，係好靚啊！即係我好需要擁有一個，大家一陣先講佢 ，OK？ 好啦，咁我哋講下。啲小手袋先，咁呢啲小手袋咧就係好啱大家輕頸
輕騎使用啦。咁因為點解咧？有啲朋友仔同其實我某時某啲日子咧，某啲衫咧，我好怕孭住袋。點解我成日我 Lily 都係單邊孭咧？就我成日 cross body 嘅時候，我就會唔知道我啲衫擲住咗咁啊。Hello Annie，Annie， 我上次你入咗，你睇唔到，講唔到。我後屘咧係睇翻個重播先見到你，我哎 miss 咗同 Annie say hi 嘅機會添。而家嗨翻，咁好啦，呢個係一個好細嘅 bucket 啦，咁可以就咁抽住嘅，佢有條帶，幼帶可以打斜咩嘅，咁都至少你多個選擇先啦，條幼帶係好幼嘅，咁如果中意幼帶嘅朋友再帶到佢，一個 FF 嘅中間粉紅色啦，咁樣啦，呢度係一個 beige 嘅，咁好抵啊呢個，點知有幾多千蚊啊？即係咁樣，係啊。我同我今日揾翻我要去出嚟咯，我覺得好靚，我冇著過，好薄身。4280，好抵用啊！呢個 FF 好抵用，係好抵用，好抵用。好啦，下一個繼續 L Con 啦，睇有啲乜嘢咁爆先，等等。好，下一個呢、這個都係人見人愛噶啦，男女通用啦。咁呢個最特色係咩咧？之前有客人話俾我聽，想要擺鎖匙啦咁樣。咁呢個其實都可以係考慮嘅一份子嚟嘅，佢係有個咁嘅鎖匙櫃嘅。咁你當然可以掛住你嘅手袋啦，咁亦都可以掛住你心啲自己準嘅車鎖匙啊咁樣啦。咁所以呢個款係兩用嘅，仲可以擺少少散紙添，卡都裝到嘅，佢係可以成張卡等咗落去拉鏈嘅，係。咁反而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實用。如果大家中意可以帶走佢啦，全新嘅 monogram 啦，呢個係一個好永恆嘅款式嚟，我相信好多朋友就會中意。咁呢一隻全新的它咧，價錢係呢、這個真係冇價錢啊，店長，麻煩你可唔可以俾個價錢我？唔緊，我開多次俾你睇，唔緊要，你做緊嘢啊嘛。呢度，有嗰個鎖匙位㗎。唔係，俾店長check下先，可能買得再低啲。我哋講住下一隻先，好唔好？咁我嚟講下我身上面呢條筋呢條咧，係一條 H 嘅新翻嘅頸筋啦。咁咧，唔好俾我呢中間嗰件衫影響咗，我冚翻埋先。咁你會睇得清楚啲，係啦。咁會睇清楚啲。咁佢個 pattern 就係咁樣，我會俾大家睇清楚。佢咧係有嗰只馬仔啦。咁佢呢個咧就係一個非常之靚仔嘅大地色嚟。大地色嚟，咁佢又唔係藍色，又唔係黑色，咁都係一啲啡啡地嘅系列啦。咁如果中意呢一類嘅顏色嘅朋友咧，就可以帶走佢啦。咁呢條咧全新呢條係咪？我個價錢喺呢度。呢個係3200，全新嘅3200 ，OK。放翻我。咩啊？店長你想講咩？哦好，唔該你。2380，好抵，好抵，同好抵。全身啊，呢、這個咁好啦，下一個。咁呢個係。哇，好靚啊！淺灰色呢個好靚，揾翻我 friend 先。咦，送我個 friend 嘅嘅邊啊？咩香？咩香？邊個間？毛毛？唔係啊，我條筋喺度，另外一條未開喎。嗯，哦，呢度？係啊。唔緊要。另外咧，仲有另外一條筋嘅，睇多次 H 筋 please 好啊，質料係 cashmere 嚟嘅，我攞翻頭先我哋俾你睇，等我一陣。係咪100%？係啊，100% cashmere。咁呢個色就其實真係易襯。喂 ，Hello Don Don， 3280呢個，好啦，咁另外我都仲有翻咗條嘅，咦，
接好啲先。另外咧就有一條藍綠色嘅朋友 ，CM 幾多 cm 啊？係咪闊啊？係咪依個闊度啊？寬同長我幾點掌度一度先？唔好意思啊，今晚得我同佢，大家俾我少少時間。OK， 咁呢個咧就係中意藍色嘅朋友必備啦。佢就兩個通嘅，咁呢度係馬仔頭嚟嘅，馬仔頭嚟。咁你如果中意可以帶走去啦。咁啊，襯翻個灰色嘅袋。連埋蘇蘇一百八十 cm。連埋蘇蘇長度係一百八十 cm， 寬度度埋俾你啊。等一陣。二十六 cm。寬度係二十六 cm， 同咁呢條咧？應該一樣。我哋度清楚啲先。呢條闊啲。32。呢條32。俾埋你啊！你今日見到 Cherry Key Ring， 即刻諗起我。多謝。啊！我同我店長唔知去邊度都見到個 Key Ring 係車釐子，唔記得咗啊！記唔記得有一次我哋唔知行街，然之後成日同佢去行孖必噶嘛，掃街必嗰啲，跟住我又唔知去邊度。好啦，咁咧，我想我俾大家聽咧，頭一條咧係二十六 cm， 隔離呢條係32，長度就大家都一樣，長度唔係喎，喂，呢條長啲嘅喎，係啊，我度清楚先，呢條係長啲嘅，呢條180，咁綠色呢條係短啲嘅，就闊啲嘅。我出面 shower。150长度，系啦，咁呢条几多钱咧？2980。我今日咧讲开生果呢个问题，我今日晏昼去买 supermarket， 我见到嗰啲好大粒嘅提子，嗰粒提子系咁样，嗰粒提子。嗰啲咩印呢？係嗰啲香印呢？我冇買啊！我真係有，但我覺得好得意。好啦，佢仲要好靚，我擺到成個台面都係好得意，好似成森林。我呢個就係超靚、超低調，低調得嚟又好實用，同埋呢只皮真係好襟，而原價又真係好貴，喺度買又真係好抵。咁抵到咩地步咧？店長，你諗住點？12500。真的好抵啊！大家不可以不買。當你真的完全想不到用什麼手袋的時候，我覺得你真的可以考慮一下它。它真的好抵，12500這個袋原價真的很貴，我想說。好靚，超實用啊這個。啊，真的嚇？要啊！真的好靚啊這個。大家快帶走去啦！你睇下裏邊，主要用內袋噶，真係好靚呢個。帶走去啦，你哋。好啊，我度埋個 CM 俾大家。12000几喎，12800啊。好抵啊！我度個底就係19cm， 唔係我啊嘛又。好呢個。橙黃色，橙黃色幾多成？一成 pre love 嚟嘅，嚇？唔記得咗？呢只係咪 PM size？ 嗱，當當。店長話佢覺得係 mini， 但係頭先我度個底呢一個位係19cm。我唔敢質疑佢，佢話係乜就乜噶啦，呢個世界。但係 anyway 個最底嗰度咧係19cm。好啦，咁我哋講下一樣，呢條幾多錢啊？頭先你未講。
2980140140 Free Love 嚟嘅，裝唔裝到 Pro Max？ 裝到 Pro Max， 唔係細到咁嗰只，19個底應該裝到。好，我覺得真係好靚喎，即係忍唔住要賺多俾你知。好啦，下一樣，叮叮。是啊 ，mini 是啊，思思話係 mini size。嗯，好啦，哈利亞嘅佢啦，因為呢個係全新嘅佢啦，咁啊價錢咧就要講好冇 ？size 咧 ，size 係16，我唔拆啦。幾多錢？26,900。全身，好，下一樣好可愛的 top Stella McCartney 嘅，哇呢件好繽紛喎、啊、樣，中間成成黑 GPC， 幾多錢啊呢件？我度埋個胸褲先啦、啊，不如。36，咁呢件幾多錢啊 ？Stella McCartney， 550，好抵，好精神咯，同埋好靚。好啦，下一樣耳環時間，咁呢只咧特色啲嘅 CC 耳環，有冇見到？去埋啲睇，其實幾典雅嘅呢個 Pre Love 嚟嘅3180。好啦，下一個，哇！戒指時間 ，CC 嘅戒指，金色。2980，54嚟嘅。好，下一隻。我每次咧戴親佢咧，就覺得佢好似一個蝴蝶餅。我唔係好肚餓，唔使驚。係每次我去完奇華買完嘢，我就會想攞佢出嚟戴，因為每次都會買蝴蝶餅嘅店長，真係好食同埋好靚，我覺得。同埋呢只唔好大，就覺得好靚。逢係新年嘅都要買。好，呢個係粉紅色嘅 CC 啦，底下咧就係呢一個咧復古銀嚟嘅，復古銀嚟。咁如果你中意型格啲，呢個可以考慮嘅。其實都幾可愛，咁呢個價錢都係 pre love 嚟嘅，3680。下一條頸鏈啦，淡金嘅珠珠加石 CC 頸鏈，咁佢咧長嘅，咁你可以戴完之後嚟到呢度咁嘅位置，咁當然啦，佢有幾個唔同嘅窿，你可以 adjust 嘅，你可以短啲都得嘅。咁呢個就比較容易襯，有石有珠咯，簡單啲。3800 ，pre love 嚟嘅。好啦，下一個中意 H 嘅朋友嘅耳環啦，呢對咧係我印象裏邊我都有一對，因為我覺得佢好靚，好有特色。佢係咁樣戴落嚟吊住，你戴住佢係好睇過就咁睇咁樣。佢即係我唔知道大家嘅頭髮係咩顏色啦。咁如果你話唔係話金色去到 blonde 曬嘅朋友咧，呢啲都係深色系列，無論你深紅、深藍、深綠、深咩都好啦，佢其實都好出嘅。除非你真係金曬嗰只啦，你金曬嘅話，我就覺得佢未必有咁出啦。OK， 係咁，就算你好啡嘅頭髮，你出佢都好出嘅。總之你真係千祈，如果唔係全金去到 Barbie 嗰啲金咧，咁其實佢都好出。有啊，係啊，我喺韓國勁多人芭比金啊，嚇、啊！
唔係，咁人哋嗰個應該唔係芭比嘅金色嚟噶，只不過我唔識用邊個金色嘅頭髮啫。好呢、這個，好呢、這個係4180 pre love 嚟嘅。OK， 好啦，睇翻啲袋仔先。咁好耐冇見過佢啦。呢個係一個輕身嘅 CC 啦，簡單用啦，好 sharp 好 sharp 同好 sharp 啦。咁大家 casual 用。casual 用我哋都好多選擇嘅，如果你唔想咁大隻咁重咧，咁呢個 CC 都好多朋友中意，咁呢唔係成日翻嘅，啲袋都有翻過唔同顏色嘅，不過一翻就俾人秒殺，咁呢只裏面係比較 sharp 型啲嘅，呢、這個價錢係13000，其實都裝到文件噶啦，其實 OK 嘅，休閒使用咧，同埋好 sharp， 好舒服，好型我覺得。係，因為3500咧就超級低。好啦，我放低佢先。好啦，下一樣，下一樣咧有低調嘅 H 手袋啦，呢個 H 嘅 bucket 啦，咁佢超低調嘅深藍色白色帶咁樣，其實抽出嚟係簡單得嚟，好有 feel 嘅。襯翻 H 三隻幾襯落去 ，friendly。是很好看的，即如果朋友喜歡低調一點，但是因為 H 的 fans 的話，其實這個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來的。這個價錢是21800，為什麼說是19800，我可以考慮一下的。那好了，下一個就是今天我的風格跟我上一集有些不同，我自己看回我上一集，不知道是否興奮過度呢，我覺得我不夠斯文，我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看回我上一集的樣子，我覺得自己很猙獰，所以是不是有空幫我下架他不知道為什麼啊，不要緊，陳慧琳也有很多個不同的他好笑，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 Kelly 的，我都真的覺得他挺有趣的，唱歌好聽，身材好好，然後呢我初初以為他很靜很斯文，原來他是一個挺活潑的女仔，做完訪問即聽完他訪問之後，原來跟我想像有些距離，但是都是 cute 和有趣的，但是原來真的很真，不是過往時以為他很 cool 不出聲那些你明白嗎？即初初他出道，你知道他又高又靚又瘦瘦 model 咁樣，佢影親啲相真係好有型噶嘛。加埋啲衫，我超欣賞啦。佢真係從來冇件衫係唔掂噶，我俾大家聽。對我嚟講嚇，咁跟住哇，跟住咧，佢做訪問員好真性情，我係冇諗過咯。係啊，咁但係點知道又幾得意，我覺得。好啦，呢個就係、是，但係唔係，都係我唔係佢啊嘛。你明唔明啊？咁所以我真係要保持。我唔知點解我覺得我睇翻我上一集，咦？點解我冇講任何好粗魯嘅嘢嘅？但係只不過覺得以語氣上可以好啲咯，你知啦。我愛店長噶嘛，我要再 nice 啲咁對佢 ，OK？ 因為呢個就係咁，呢個就係一個佢嘅鎖匙包。之前有觀眾問啦，咁希望佢有睇翻 ，OK？ 呢個係全新嘅。是珠寶店長找到，很厲害。 Hi Janet， 早晨，我們終於見面了，好是這樣的，請了這個所以其實我很想自己是那些腰果眼的女生，不過就當然不是了有些人呢罵人的樣子是腰果眼，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，我以為我同事是這樣的，不過不知道他有沒有給你見過他，是啊，那即他又不講一一嘢，不過就即無論怎樣他的樣子都是腰果那麼硬這個我必須很恨的，但是不會了，沒得整的東西整都整不到，這個你估不到多少錢啊？1980全身，好，今天終於出現了他，好了，下一樣我們這個時間不重要啦，他總之會出現的，好，灰色的，最近太忙唔緊要啦，你有時間睇翻就得啦。再度重遇你啊，我哋咁呢個灰色嘅佢啦，其實依我仲有粉紅色嘅，如果想買粉紅色嘅朋友可以話俾店長聽，我攞出俾大家睇。咁呢個灰色係新翻嘅，咁都係一個好易襯嘅款式啦。你嗰度涼味啫，醬咧，好啦，呢度灰色容易襯嘅。咁如果你想襯一下，又唔想咁悶買黑色嘅話，其實灰色都實用嘅，同埋都唔係咁易整污糟，大家唔使太擔心嘅。咁同埋呢啲皮啦，比較容易打理，荔枝嚟嘅。咁淡金扣啦，
栽到嘢啦。咁所以呢只款系大熱，我都好理解嘅。呢只系几钱？23,500，23,500 是底的，灰色來的，容易襯啊。我們幾時再節日呢？店長，是不是10月1號？下一個，下一個要解釋一下，它是一個很可愛的卡包，一個 coach 的卡包，它可以載到很多卡的，卡位這裡有個拉鍊，後面有一格，前面有兩格，有一個 band 是這樣的，這個扣很簡單，你可以扣在你們的其他的手袋那裡，不會怕它跌了，但重點來了，它有一個很有趣的 function、okay? 你就可以這樣打開給你看先，它有一個證件位的，即係而家唔多正件位嘅錢包啊嘛，咁呢個就好可愛嘅賣點之處啦。咁佢全新嘅，因為送禮自用啊，呢、這個都幾實用嘅。咁佢就係 monogram 配皮 ，OK， 加錢。全新。你哋有冇人買 iPhone 16啊？我想問，好八卦。這個是399送禮自用，這個很實用的一個小禮物、okay? 好了，下一個、CD 的小包包，這個款是男女通用的、okay? 你可以打斜背有一條粗帶這樣的，這個比較簡單，這個幾千元而已，如果我沒記錯 CD 的皮的、是條帶在裡面，它封實了，給導演，不要搞了，是啊。6,500，超級抵，超級抵，超級抵。好，下一個，我們講一下Pickle Teen先，我今天介紹三隻，這隻是藍色，藍色就是簡單的22，它上了薄的，再做了冷衫，它都上了薄的。咁唔會太擔心佢上唔到噃，咁咪比較簡單休閒使用啦。咁22都載曬你啲嘢噶啦。咁如果中意18嘅朋友，咁可以介紹18啦。OK， 咁呢個咧22嚟嘅，22幾多錢啊？18,800。咁除咗呢個藍色之外咧，再新啲嘅 Ivy 好似黑色咁樣噶。咁呢只就係 Epson 皮。Epson 皮咁咧，佢最主要就係對最大的分別就係呢度有呢個織皮啦，咁咧特色啲嘅款式嚟嘅，咁兩隻出嚟效果唔同，呢只會 sharp 啲，呢只係再沉一度，類似黑色咁樣噶啦，呢個係19,800，Epson 皮嚟嘅。我喺度聽到咧出邊內拉雜，我聽到出邊係好似shower 咁，豪雨啊！我有大遮咯。OK 啦，唔緊要啦，都係今日咁 casual。好啦，下一隻啦，下一隻比較特色啲嘅 Pickle Teen， 我覺得幾靚嘅。佢係一個雙拼色嚟嘅，咁如果中意 sharp 整啲嘅朋友，其實呢隻係幾好喎，真係幾得意。同埋佢襯翻可能係你著米色好啦，呢個 trench coat 嗰啲色都好好嘅，咁其實出嚟嘅效果都幾得意，就唔係往時佢剪開單色啦，佢雙色嘅，咁佢兩色拼出嚟又幾型嘅，我自己覺得幾好睇啦，即係影相會幾靚，同埋你拎出嚟用咧都幾型仔嘅，呢度呢只黃色好襯呢個秋天嗰種感覺，真心覺得呢只靚嘅，雙拼好靚，加錢，你呢度都落雨竟然啊，好大嗰啲雨。19,800，靚仔嘅呢對，少少使用痕跡，但係店長幫到你嘅嚇，如果你有咗需要嘅話，不過我覺得拎出嚟幾着數，係啊，咁中意單色嘅朋友都唔緊要嘅，如果你話想買全新，我哋都有好多唔同選擇啦，可以嚟到慢慢揀啦，睇下邊日食你啱心水，到究竟係18定22啱你嘅，好啦，下一個。另外一條頸巾啦，
都是 H 的頸巾啦。啲特色幾好，好貴，我覺得我貴咗。8000多蚊嘅原價要，咁而家幾錢咧？3980抵嘅，男女都用呢條闊身啲嘅。OK， 度一度個闊度俾大家先。32cm， OK。下一樣，頭先話未使用品有條頸鏈超抵嘅，型格啲嘅 CC 未使用品深色嘅系列 ，OK， 真係中意型格嘅你，佢係好型。襯落啲黑色嘅 T 恤度係好靚，俾個 example 大家，即我好少穿黑色 T 恤啦，但係呢一個款咧，佢深色得嚟襯落啲黑色衫度係超靚，但我大部分嘅客有70%都係穿著黑色衫，所以可以考慮下呢一條鏈，即可能淡金你哋買好多，或者你已經屋企好多，咁想買條深色少少，但係又唔想。但係好多機會戴嘅話，其實呢條係幾好。呢條係未使用品嚟嘅，4680。嗯？係啊，出邊仲都好誇。好啦，下一隻 H 嘅耳環仔啦。咁呢隻係米色嘅佢 ，Nata 配金，幾多錢咧？係啊。是pre-love 嚟嘅，不過好新，2980。咁即係真係 sharp 成嘅 Nata 配金，2980。咁通常耳環都唔會好大，有啲咩舊嘅感覺，因為其實耳環大家都會好小心戴，始終喺隻耳朵都好難整到佢啊。好啦，下一個啦，下一個就係外套仔啦。小心，呢個係一個咧 Washino 嘅外套仔啦。咁佢咧特色啲嘅。咁今年大家係知啦，好興豹紋。其實我去韓國嘅時候，我都諗咗一陣買唔買一條長嘅豹紋裙。但到最後我就冇買，買一條絲質嘅裙，終於都俾我買到啦。咁跟住咧，條豹紋裙我放棄咗，因為我驚店長叫我驚見到我，又話我鬧一聲咁啦。咁跟住，但係佢話即係如果想買，我先睇先。可以睇哪個 Delve 嘅手袋？唔該，可以啊 ，Mary 你好 ，Delve 手袋。好，店長去攞 ，OK， 好快。咁啊，呢件咧後面有，佢有斑馬啦、豹啦，同埋老虎嘅，係啦，咁樣 animal print 啦，咁我中意可以帶走佢。前面有寫住，後面有寫住。呢件係一件細碼嚟嘅，但係佢嗰款唔係話好貼身，又唔係太 oversize 嘅。咁我中意可以帶走佢，幾多錢啊？嗰度啊，幾多錢啊？呢個係890。890。有冇 size 分㗎？冇。好，一件。咁胸闊咧？胸闊係42。我對思思耳環好靚，咦？有人同我一樣中意蝴蝶餅喎、啊，多正嚟噶人，係啊，我好中意佢噶，佢好得意嘅，佢係一個心形啦，佢一邊係咁，容易戴噶，好輕身噶，我發覺襯好多嘢都好睇，係啊，逢係心聲心形都要買噶啦，豬嘅心形有買啦嚇，蝴蝶餅我有買，呢只唔係好貴添，唔知幾多千蚊啊？店長你有冇印象？你記唔記得我嗰隻耳環幾多錢啊？唔記得，等一等啊。哎呀，好唔緊要，好事嘅你。27寸長呢件衫，呢件真係超抵，有冷氣又可以成日用，同埋後邊好靚，你哋去做 gym 又可以著住。同埋而家開始咧揈嗰個搖鈴，但係我成日都驚我自己揈錯，因為我記得我之前有個客人同我講過。佢好好話俾店長聽，叫我唔好亂咁揈，因為揈錯咗係會整傷條腰㗎。
我而家講得多，我都驚我自己個動作唔夠正常。下次都係揾翻個 personal trainer， 穿一堂腳教清楚我點樣揈，咁樣揈錯咗，整親條腰啊！大件事。嚇？一堂好啦。一堂好啦，有冇古天樂啊？冇古天樂。而家我唔可以話俾大家聽我中意邊個嘅，算啦。如果你喜意我這隻呢，我都有一對全新的5980，還有他有個 friend 的，他有他這樣掉下來跟星星的，這個是5000，咦這麼抵的，這隻5280，5380，這隻5380，咦這麼掉下來還便宜過我單個心心，好啦，好抵好抵，好啦，下一樣仲有好 cute 噶，下一隻表你有冇啦？有嘅，噔噔，邊隻啊？好嘅，好啊，你中意啦。38mm 嚟嘅 ，OK， 好抵玩呢隻。隻係29800，好抵，38mm又靚帶出嚟。好，另外咧有啲簡單款嘅表啦，咁呢啲係斯文啲嘅 H 表嚟嘅。哦，好，講下呢隻先。右版呢隻6800。6800，咁因為 daily 帶翻去工啦，簡單用啦，皮帶錶點都要買翻一隻半隻嘅，係6800。哎呀，你可以令我諗起我隻錶，好耐冇拎出嚟戴下先。要換咗電未啫？係喎，我要換電咩？好似係喎，嗬？唔記得咗。講咗三年，佢個電會唔會壞？好擔心添。我抵啦佢，呢只啊 ，CC 耳環未 cap 相，咦？哎呀，你竟然中意，好啊，你帶走蝴蝶餅啦。你咪講呢只啊？呢只唔一樣噶，呢只掉落嚟噶嚇，你話俾你聽先。講埋呢只幾多錢，我就即刻俾你睇。呢只幾多錢喎？12800。12800，pre love 嚟嘅呢只。呢隻我要小心啲，店長唔該，危險危險，呢個 L size 係咪啊？嗱，佢係咁噶，再出啲個款，噔噔，好，再考慮下佢，你 cap 啦。5380，好啦，下一個。下一個呢個做咩？呢個 H 嘅手錶，簡單使用啦，都係好靚仔嘅銀色呢只，幾多錢啊？店長，唔好意思，等一等啊，店長先啦。呢隻係7980。7980，有冇講錯？我點知你有冇講錯啊？係冇寫嘅，但係7980，我都係等我 check 清楚先。我驚我又賠啲人工出嚟，我都係為佢設想啫。係咪我屈佢食隔離阿攬河咁啊？我我去 check 下先 ，OK。我俾大家睇清楚先，有啲啲使用痕跡，佢哋好埋可以睇到噶，少少使用痕跡，但系唔係真係好花，冇誤會啊。7980係店長嘅深夜價嚟啊。深夜夜啦。夜啦。夜啦，要平啲。
拜拜。好，下一隻比較特色啲嘅獅子耳環，真係好型喎！上面有個大 X 嘅獅子，好閃呢只款。97/2980，好出價呢只，因為呢度好爆啊！交貨時間嚟啦 ，Mary， 唔好意思要你等。嗱，我哋一齊慢慢由左邊呢個角睇到右邊睇，佢真係好新，而店長個價錢係令你覺得好驚嘆，同埋呢個色真係好靚，好靚。喂，我都好驚嘆啊，好抵啊！我明明冇買過啊。我都滴汗，滴汗啦。嗱，仲有樣送俾你嘅，等入去嘅。喂，好新啊！呢、這個真係10,000+啊，又話人哋講得耐得滯，好冷靜啊！我已經好，拜拜。啊，唔係 ，Mary 未望清楚。我同我仔傾偈啫 ，Mary 冇睇清楚，唔可以咁。嚟啦！啊，唔好睇啦 ，Mary 店長唔俾你睇，佢嘅問題嚟㗎嚇。好，下一個淡金同埋呢一個石，咁呢個咧 sharp 啲嘅 ，sharp 啲嘅。哇死了，我今天沒有化妝，我忘記化妝了，怎麼辦呢？蛤？忘記了化妝，我現在才發覺是沒有，忘記了。蛤？陰功啊，真的。只有浸油。只有少。是啊，只是化了防曬，沒有色的，陰功啊，怪不得個樣子那麼鬼怪眼瞓。蛤？不算了，是，他們看袋就可以了，精神精神。是啊。你剛才做什麼？剛才做什麼？你就做貨咯。剛才我砌花火圈咯。好啦，這個呢我自己覺得抵玩嘅，佢呢邊咧係珐琅嚟嘅，呢邊咧就係石嘅，價錢係4,680，好抵，好靚，係襯黑色樽領好靚噶。咁你咧前後唔同噶嘛，你好似買咗兩隻咁樣，幾好呢、這個。好啦 ，vintage 嘅嚟啦，呢、這個好靚嘅 box 皮嘅 vintage 嘅係跟住嘅 H 嘅袋啦。咁咧，如果中意玩 vintage 又中意特色啲嘅朋友咧，就考慮佢係好好 condition 嘅呢個 box 皮咁樣。呢、這個個價錢呢？13,500，好抵好抵同好抵。咁佢可唔可以打斜咩？我嘗試下，嗱，應該就。未必得啦，佢應該係單邊咩都嚟到呢度嘅，型格啲嘅，好抵咯，我覺得呢啲，同埋佢咁好嘅 condition， 你真係可以考慮下，佢比較型格啲，唔同類型嘅手袋你都擁有啊嘛。點解你唔趕時間嘅？唔趕咩？你哋唔趕就得啦 ，OK， 我唔趕。好啦，下一樣，呢、這個好 Q 啊，點賣法啊？未未價錢，呢個要俾啲時間你，好唔好搞？好下一個 two box， 咁呢個係 sharp 醒嘅顏色嚟嘅 ，two tone 嚟嘅 ，two tone， 咁都係型格咩？簡單咩咧？藍色配咗銀球。比較 sharp 少少，其實係幾好睇嘅，仲加型格啲 friend 嚟嘅 ，OK？ 幾多錢啊？呢、這個20,000+？26,800，勁靚呢個 two box。佢咧前邊咧呢個貼紙未搣嘅，26,800，好考慮下佢。俾你用，好下一樣。一條 L 君的手繩嚟嘅，佢就係 monogram 加 VVN 新翻嘅，全新嘅。咁當然你可以買我呢條 Pre-Love 1980啦，但係我 Pre-Love 真係好新嘅，我呢條拆俾大家睇下先。咁但係如果你話型，即係如果你想淨係簡單啲有呢一個佢嘅元素咧，就 OK 啦。因為佢呢個咧係全部咧都有啲小 monogram 喺度。
咁但係咧呢個咧就做可愛路線，或者你疊大都得嘅，佢都係同一個系列嚟嘅。OK， 呢個好得意嘅 BBN， 好靚，全新嘅呢條手繩，全新 BBN 手繩，價錢係2800。Hi 毛毛，毛毛你近日先裝我哋嘅，我以為你休息咗。好，下都係 L 君，好型格嘅佢。呢、這個卡包男女通用嘅，咁打開俾大家睇下先。分別可以裝到你好多卡啦。咁係後面有呢個好似霓虹光咁樣嘅型格啲嘅佢啦。呢、這個係型格啲嘅卡包，呢、這個3980全新。我哋睇下手袋仔，哇！咁呢啲都係嘅，我 BB。嗯，好，下一個佢啦，佢係19嘅，攞去當銀包啦、化妝包啦，呢啲真係一啲比較慢用啲嘅包包嚟嘅。你追劇，嗯，好，我都睇緊，我唔知道你追緊邊套啦，我睇緊陳豪啊。係咩？你追咩嚟嘅？嗯，企業強人。哦。其實因為我好中意個女主角嘅。公家我 OK， 但我是喜歡啊，好靚嗰個咩咧？好像都是叫 Kelly 的英文吧，英文名。佢哋應該知係邊個咯？覺誒，我覺得佢好靚。咁公家就做戲好好啊，所以我覺得上到戲都好睇。兩個男主角我都喜歡。好啦。其實我好中意阿迪龍個仔，唔知點解，覺得佢好型。好啦，呢、這個一個好靚嘅 pouch 啊，19嚟嘅，價錢係5200，再係嘢，當人包用，裝到16嘅，帶走啦。比較特色啲嘅 CC 手袋，呢個好可愛嘅。佢點用法嘅咧？佢係咁樣打開一條帶嘅，條帶有幾長咧？可唔可以打斜咩？我示範俾大家睇下先。佢可以打斜咩到？張希文係啊，張希文。Thank you 啊 ，Annabelle。好靚，我覺得佢身材好。係、好靚。其實佢同蔡潔我都中意嘅，打唔同路線嘅有。但我都中意，同埋啊，係咪 Aiden？ 嗯，係啊，即係佢幾個都真係靚。李佳欣。李佳欣。有冇改名？有冇改名？冇改名啊？乜？佢樣係各有特色啊，唔會撞啦。三個樣完全唔同。唔係，有時我最慘係咩？我有時都中意睇一啲可愛嘅古裝劇。咁古裝劇而家香港好少拍啦，咁可能都係睇其他地方拍嘅。哇！有時真係好努力咁分唔出個丫鬟同個小姐，我盡咗力㗎啦，努力緊。OK， 我一定做唔到警方，睇唔到個分，樣樣睇到。唔驚唔驚，好在我都有特色嘅，就係肥肥地。27900。27900。你之前覺得佢靚，但係真人人品好差哦。咁我真係唔知道，冇乜機會接觸到，係啊。係啦，呢個係29800，好抵啊！咁都係對住個 mon 真係唔知喎，唔驚對住我真人都係差唔多，見過我真人嘅朋友都知道係咁。最多有一日係突然間講嘢大聲啲，但係跟住今日又好靜啊，好似大家瞓著咁啊 ，case 又去到，冇瞓著 ，OK， 好啦，下一個，唔係我真係上一集唔知點解好似咧唔夠斯文，唔中意。好啦，呢對咧就係大家好中意嘅 Van Cleef 啦，咁呢就係。耳環嚟嘅，全新嘅。咁如果大家都覺得，喂，我都係投資一隻好正嘅咁樣啦，你可以成日戴啦，同埋面色顯得勁靚啦。
呢一隻色係最容易襯嘅啦。哦，明白。好啦，依、這個32,800個款係咁樣嘅，咁你就可以戴。哇，呢、這個真係好值得擁有，點都要買一對噶啦。好啦，你哋考慮下佢。32,800。明星我真的沒什麼機會接觸，還有我很少追星的，我真的很小個都很少，都喜歡看袋多一點，我生涯就是去看袋和逛街，很小到現在都一樣，追袋多過追星。頂我真的一放學我就說要逛街了，鄭得去Boo啊，等啊等快點我都不好意思，真係。好啦，下一樣。咁奶嘢冇乜罪嘅，好似啲人放高飲奶茶一樣。咁樣男人放高話食支煙，我話你好衰啊你咁樣。You're so bad 咁樣。唔好咁啦，自由嘛。好，呢、這個就係佢啦，呢、這個 Vivienne 卡包，粉紅色嘅，全新的它。呢、這個個價錢咧，2,980。是咧，正咧，真係即刻衝去呼啊！9秒9，好，睇下先。因為我自己咧，好少會話人哋做啲嘢唔好，即係如果人哋中意飲奶茶，我好啊，我配合你飲奶茶；你中意食煙啊，我好，你食煙，我冇煙到我得啦。即係我覺得 O、OK, K， 我唔會人哋一食煙，人哋好衰 ，O K。你飲奶茶好甜啊！你行街最衰，你唔準買嘢咁樣。我覺得人有自由噶嘛，講真的，我唔係借大耳窿買，都有咁嘅情況，但我唔識 ，O K。Okay? 之前 V C A 首年還有嗎？暫時冇，唔翻我暫時冇。好呢、這個。方好 bubble tea 是方好 bubble tea 啊，好呢呢、這個幾多錢啊？喂，呢、這個芝芝簡單，好好可愛。我想問係咪全新噶？唔係 pre love 嚟嘅 ，pre love 幾多錢啊？380啊！今晚成晚都覺得啲價錢係聽錯，好幻聽，我好驚。呢集佢自己下架，唔關我事。所以大家快啲睇，所以大家快啲睇。呢、這個就係一個YSL 嘅卡包 ，OK。聽朝冇咗啦，海市蜃樓咁樣。喂，幾多錢啊？呢、這個 YSL？ 唔好意思，呢、這個好靚嘅 YSL 卡包，係全身係啊。1,980，男女通用啦。今晚啲嘢真係好抵，喺個店長未 delete 之前，大家記得幫我 share。好，下一個，下一個就係所有朋友都中意，同埋入錢喎，係得啦，入啲錢落佢度，跟住再入啲錢落佢度 ，OK。雙線發展你哋，幾多錢啊？呢個全身。啊，店長，不好意思。哦，6,500全身。好啦，下一樣咧就是大家都喜歡的 belt， 我上一集唔記得咗講，今集要講翻。佢嘅 belt 咁係好好睇，好易襯。75cm 細 logo 嘅露位，2980。
真係簡單用，我中意睇唔睇到，因為我最中意深色牛仔褲，即係咁樣。2980或者你著條貼身黑色裙都可以喺腰帶用。呢、這個款超靚，全身迪他，75cm。59,800，而家全身好貴啊！全身幾多錢啊？全身85,000。G G 耳環300，有冇聽錯？冇。Jenny， 我都擔心我自己講錯，唔緊要數啊，店長自己貼翻出嚟。總之我肯定今日呢只 G G 耳環係咪300啊 ？Jenny， 你考慮下打俾喂 WhatsApp 店長。我塞我打电话，冇人听嘅我电话。好，芯片嚟噶 ，Jenny 都担心佢嘅耳朵同我一样。我头先讲完我都惊，今晚啲价钱我觉得有啲担心。好，下一个。Hey, 开心下啦，系开心下喎。好，豆腐包。黑金深蓝嚟嘅系嘛，店长？深蓝金扣，咁可以打斜咩？即刻时间嚟睇。唔知皮啫。系可以打斜咩？超罕嘅。好罕喎，店长话。真噶，我个包之前。我想问大家咧，最紧你拣佢定拣佢咯？好难拣系咪？个人中意嘅呢啲。個個珠嘅都唔同，咁幾多錢啊？冇卡又貼。24,800。藍金系列。呢、這個19,500，28cm，傻蛋糕咁呢個，好。全新盒子包，最簡單嗰個款式，大家最中意噶啦，全新翻啱拆箱，好啦，為你嘅16增添一個袋，幾多錢啊？呢個全新的卡，28,800。全晚喺度講嘢，出邊開會咁樣。我講咁耐，佢講咁耐。講電話喎，但係佢沙啦啦嘅喎講。聽唔到佢啲機密添，我聽唔明。陰功啊！炒起邊個油田陰功？我真係聽唔明。即係要學多啲，多講粵語。6,980。
6980千呢、這個唔係。好啦，咁講下一條大地式嘅40140啦。1410嚟嘅，咁咧比較型格啲啦。呢、這個就真係保到暖嘅咯，1410佢真係一定唔會凍親你。咁你可以考慮佢啦，同埋考慮我依個身邊呢個咁靚嘅 A 度，又可以一套帶走。呢、這個款真係超靚。好啦，咁呢條咧大地幾多錢啊？3880，好抵又係，好新啊呢條，超級抵。總之大家有些朋友就真的這些色很穩陣，他們覺得還有百看不厭，但如果喜歡C位的朋友可能他會喜歡 sharp 一點，我們每次都會有些不同類型，剛才那條就很 sharp 啦，那這條大地一點，那如果大家喜歡一些比較原色系列的朋友，你可以考慮過它，比較低調得來都很大方，怎樣都很容易襯，3880很划算的，沒得再划算的，佢 pre-lock 曬啲女生，好。我嚟講下我呢個 Care Edo 先。咁咧佢係深藍色 ，Apple Color 皮，銀扣 ，Two Tone。咁 Two Tone 唔關事嘅，純粹話你知嘅啫。OK。咁咧波波可以話俾你聽幾百嘅啫呢個。咁呢個幾多錢咧？呢個？3800真的很漂亮啊，背囊，背囊我知道大家這排會想啦，究竟買 CC 啊、CD 啊、H 呢就不是經常有的，如果大家注意可以考慮它啦，都是一個永恆的款式來的，很難有，又是3800，那個波波多少錢啊寶寶？波波500，這個要小心一點，它掛落很多地方都很漂亮，可以掛落你的屁股前啦，真的漂亮，真的漂亮了，好，大家可以帶走，因為我的朋友真的未必喜歡掛公仔，好像我這樣，我幾隻公仔都沒有滯留在這裡，我聽下拿回來看看有什麼可以用一下，說了2980嘛，這個我記得，好啦，下一個是大家好注意的金波 ，OK， 金波咧就係百看不厭噶啦，咁應該係啊17金波，17金波。呢個未？17金波幾多錢啊？阿 Tiffo 都未講。37500 pre-lock 嚟嘅，不過好新。咁如果中金波嘅朋友，我都中17啦，入17都唔係成日翻嘅。咁其實夠裝曬啲嘢噶啦，不過同埋都幾好襯 ，OK？ 唔係幾好襯，係好好襯。呢個靚，呢個好靚，店長話嘅。新嘢，皮啊，2024。啊、我都係想跟你講，但係唔記得咗想講咩嘢。今日頻撲得滯，即刻唔記得曬要講咩。嚇？係啊，你都嚟同我講，又唔記得咗。好啦，哇！呢、這個好啱大家用嘅電話袋，咁佢係咩嚟嘅咧？就可以裝你心儀嘅電話啦，後邊有個位我扣，你可以扣翻你條帶啦，載住你個電話啦，載住你想載嘅嘢啦，好實用。前面有個發廊扣啦，冧舒服啊，好搞嘅。全身的他，好靚好靚同好靚 ，OK。咁呢個送禮自用啦，男女通用啦，男仔都可以孭住個銀包仔，有時裝多個小卡包喺前面，個小卡包都唔危險嘅，因為其實佢都有個白樓位 ，OK。咁呢個真係好值得投資嘅一個包包。咁呢個包包幾多錢咧？呢、這個包包？
家6980本身萬幾蚊嘅，有幾千蚊㗎，咁鬼抵嘅喂！要買禮物嗰陣時又唔見佢彈出嚟。好，下一樣。冇啦，而家買完啦，而家玩捐款陰公。跟住，下一樣，下一樣就係、是。這個 belt 咁呢個咧係嗰個髮誒呢個 camel 唔 camel 誒嚇焦糖膏嚟㗎，高卡拉配玫瑰金嘅75cm 全身。幾多錢啊？等我攞。4300，頭先嗰個真係好抵，好下一個銀色嘅 classic 荔枝皮，店長做幾多錢啊？48000。長呢啲係。長時間使用係超靚，哇！好靚，嗯，靚靚，哇！呢個真係勁，好靚，係啊，要啊要啊，哦，唔使除得㗎啦，佢唔係蛙浪 chain 嚟㗎嘛，蛙浪 chain 嚟嘅，哦 ，OK， 呢個淨係得蛙浪 chain 㗎嘛，真係，哦 ，OK。夢幻紫的 Constant to go， 不要搞它了，不用拿出來了，多少錢？全身，全身是，是，欸，46800 Constant to go 啊，就是好驚啊！今晚講一樣嘢，驚一樣。好，下一個芋頭色嘅26，芋頭色嘅26 ，Lindy 幾錢？呢個49800，好靚喎！即係而家唔買袋點得咧？好靚，49000。下一隻，冇咯，分呢兩隻啫嘛。呢個講曬，呢度呢個係呢個佢買。哇，呢個又係勁靚 ，in the loop。我想問呢個 in the loop 個價錢係喺呢度。係唔係新㗎 ？Pre love 嘅 in the loop 呢個係咪 Baton Baton 嚟啊 ？Baton Baton 嘅 in the loop。Pre love 嚟嘅金扣，29900，好靚喎 ，friend 嚟嘅，29900帶走佢啦，你哋。睇唔到。餐人購24兩折的 Pre Love 多少錢啊？75000。好了，豬我黑色的朋友金購黑金，黑金他是82000，靚仔嘅82000。玫瑰金球
呢只真係超極極極品，都好中意佢，我覺得好靚，八萬八，勁靚我識。全新的熱餐金球28 Kelly， 好好靚啊！呢只14.5，呢只真係超靚，14.5，不能會有它。係啊，3.7萬。好，我哋做一隻超靚價佢，呢只咧真係好需要帶走。37,800，你唔買佢買邊個好咧？好靚，嗱，大家啲外套可以出嚟啦。咁你有冇覺得用佢係好靚嘅咧？嗯，真係吧？就咁咧，著 T 恤咧，我覺得冇咁好。一啲外套一出咧，就覺得佢好靚，唔知點解，真係好靚。37,800呢只超靚㗎，我真係係袋都要擔啲咩？37,800真的很抵，大家帶走它，好新好新好新，好靚好靚同好靚，真係靚，真係忍不住要介紹一下它。你帶走佢啦，我唔入翻去店長包。冇啦，冇啦，冇啦。係，著佢啊，好靚嘅粉紅 Wallace， 今晚做超靚嘅，未使用品銀扣8W 46,800，46,800。好啦，今晚啲嘢真係全部都係破底㗎。如果大家一直都有留意我哋嘅話，咁咧記住有啲朋友仔想睇，你就可以send link俾佢啦，或者可以帶佢嚟睇啦。咁多謝大家收睇啦，咁啊，good night。